欢迎收看本季的 Euro News， 我是就读体育系大二的主播宇翔，我是不用考只考的洪林。今天让文武双拼为您播报本季的 Euro News。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。哎，洪林啊，母亲节快到了，你打算做什么？去年送妈妈礼物，她很不满意。你送什么啊？吸尘器啊，想说家里原本那台坏了，买一台新的给她。拜托，母亲节就是要让妈妈休息啊。你有个更棒的选择，带着妈妈一起参加火把教会母亲节特别主日吧。一共有五堂，由于座位有限，育儿day后记得帮妈妈保留 VIP 席。今年牵着她的手，享受一场美好又温馨的聚会吧。最近新闻都在报道大学注册率越来越低。对啊，因为少子化嘛。哎，有在 follow 时事哦。那我考你一题脑筋急转弯，你知道台湾哪一所大学人数最少吗？辅仁？不是。世新？台体大？师大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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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 啊，不然的呀？是圣约翰科技大学，因为圣约翰他一个人啊。圣约翰他一个人啊。傻眼。但你知道吗？今年暑假听说圣约翰科技大学会爆满呢，因为火把教会今年要在那里举办 Ignite 尖叫声。今年暑假赶快来 Ignite 营队，让约翰不再孤单一人。 Your day 结束后赶紧手刀前往服务柜台登录氪金加入阵营，让你的暑假了不起。问好奇，来火把教会多久了？已经快一年喽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留下来啊？因为我与耶稣相遇了。是在文青组吗？想不到吧。相遇的感觉是怎样？像海边的浪花，春天的微风，又像冷气房里的被窝，享受如春风般的暖暖爱。快报名与耶稣相遇课程，五月开始，共七周，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，地点在火把教会办公室大会堂。这是什么啊？让我来告诉你。五六七 ，I like cutie， 哇 ，just like cutie， 哇，告诉你 ，cutie 是我宝贝。啊，所以到底是什么？五月份 cutie 笔记本热腾腾登场喽 ！cutie 就是让你的早晨充满神的话语。领袖们请注意，下周记得来异象之夜，让我们朝着异象努力奔跑吧。礼拜三上午没课吗？欢迎你五月二号早上一起来信心的祷告之周三祷告会。教会也有实习机会？当然。阿都在做什么？可厉害了，训练内容包含德智体群美、礼乐射御书数、行政计划、执行力、重托炮盖送 ETC。如果你渴望经历满满的大突破，赶紧 follow 火把官方网站报名去吧。刚刚报告了这么多事项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欢迎今天来到 Your Day 的每一个人。我先去柜台报名 Ignite 喽，你等等聚会结束后要记得带1800过来缴费哦。好啦，我也要赶快去报名了。最后祝福每一位笑脸类收获满满。Your News， 我们下季再见，拜拜。